林志玲与 Akira 将于11月17日在林爸爸的家乡台南举行婚礼，场地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台南第一美术馆。虽然两位新人想低调，但还是饱受外界关注。11月14日，林志玲婚宴喜帖及伴手礼也随之曝光。喜帖中，林志玲亲笔写道：“我们结婚了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希望每个相信爱情的你和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”后面还画上小爱心，并署名梁平志玲。有媒体从知情人处获悉，本次婚礼将不安排伴郎伴娘，现场布置从简。对于此次婚礼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曾在受访时也指出，市政府将会准备嫁妆一牛车赠送给林志玲，其中包括了12种台南农业产品，包括传统大饼外，还有象银蚕丝被与枕头、山东龙眼钱、益丰冬瓜糖、七谷彩色盐、嘉里牛蒡、新化酱油、龙旗竹炭、后壁冠军米与六甲月光米、西港羽扇化胡麻油、南溪梅醋、西港蔺草包与蔺草帽等，寓意早生贵子、甜甜蜜蜜等。